自最爱提款的是谁？大家都知道答案，就是台积电。但台积电是不是一家好公司？当然是一家好公司。问题是高盛把台积电目标价往下砍了，从1050砍到855。当然联发科、联电同步遭到下修，成为外资最大的提款标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看台积电？对，台积电一般来讲的话，如果有股灾或是有系统风险的时候的话，外资的提款机一定有朋友跟我们说都是啊，台积电若不是遇到这款事情，那有可能有500几股给你买，要勇敢去买，一定有人这样说嘛。但你再看外资天天在卖，你也会错啊。对，我觉得是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啦，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买点，但是现在的话，因为就是整个的系统风险还是会存在。那高盛的话还是看好晶圆代工，另外在 IC 设计的部分的话，他还是看好。所以我们一个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那这个虽然这个高盛他调降所谓的台积电的一个目标价，所以这几天这股价大跌，大概从这个它的目标价从1050块下降到855块，但是我们的散户0到1000张的既然都一直在买所谓的这个台积电，大概一个礼拜增加52000人，大概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人，也就是小散户勇敢买进，外资持续到货。对，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高盛他虽然调降，但是他讲究说基本面没有变，他台积电基本面没有变。他会不会是因为还没有卖完，他只好这么讲？那他还要卖啊，他口袋里还很多货啊。不过他讲了几点的话，我是觉得倒是真的有他的一些道理的。我想第一个就是2月7号联电在法说会的时候说，晶圆代工本来今年的成长率估计是12%，调高到20%。那这个数字的话，高盛的话在他的报告里面，虽然他调降台积电目标价，但是他还是看好晶圆代工还有 IC 设计。所以第一个他觉得这个没有问题，第二个的话，大摩的报告里面他说其实台积电没有断链的问题，说可能所谓的乌克兰会有奶那些的，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的话也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后来就研究克亚很多的一个惰性的一个气体合起来可以代替奶，所以台积电有10个以上的气体的一个供应商，所以台积电其实没有奶断供的问题，绝对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的话也是在研究报告里面所讲第一个重点。第三个重点的话是，最近有个利空是三星又来了。三星说台积电的5奈米的3奈米的话良率不高，所以它未来只能3奈米跟5奈米合在一起，再跟地润封装在一起，所以认为它是一个不纯正的3奈米。那三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对，那其实三星你看他说我用的是最先进的 GAA， 你用的是旧的，但是你看3奈米台积电可以装3亿颗的电晶体，但是三星只能装2亿颗啊！你说人家怎样怎样？但是你只能装2亿颗，人家装3亿颗。所以绿色是三星，对不对？蓝色的折线是我们台积电。对，那显然我们就遥遥领先它了嘛。对，这个都是摩根士丹利上个礼拜五的报告最新最新的报告，两个差距1亿颗呢，差距那么大啊！他老是说我们怎么怎么样，但是人家摩根士丹利就讲得很清楚说，你两个根本就是差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现在听起来，我们台积电3奈米没有问题，对，基本面没有问题。全是出在筹码的问题。什么筹码的问题呢？就是外资持续狂到散户勇敢抢进。但问题是散户错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的股价。台积电的股价到底，我们来看台积电。台积电股价到底破600的台积电，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杨一超所说闭着眼睛去买呢？那么散户听了杨一超的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？我们来看 K 线图的部分。台积电 K 线图。K 线图其实一般来讲的话，我是觉得说大概560、564这个地方其实都是有支撑。560。但是因为这个系统风险其实我们没办法去控制。啊，我是觉得说价位绝对没有问题，但是要一点时间。价位没问题需要时间。对。那其他的半导体股票呢？其他半导体股票其实我觉得可以注意的这类型股票是怎样，就是说比如说智颖的融券3月18号要回补。但它还是卷资比还是有 60%， 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回补。结果今天既然还在拉到平盘以上。所以它其实是有轧空的还在轧。创维的话，它是有39%所以这类型股票虽然有拉回，但是融券都没有补，但是融券随时可能要回补。所以其实 IC 设计有很多的股票，融券都很多，都具备所谓的轧空力道。所以未来整个大盘的一个堕落指标还是在 IC 设计，像智元、创维、新唐。或者是金豪科、通家这一类型股票，而后反弹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快速反弹。好，所以未来的反弹先锋部队会是 IC 设计，而此时此刻的台积电在今天跌到575，前波段的低点在560，
是不是一个长线的好买点？我们只要用时间给拼了，不用怕吗？请举牌，台积电575到560之间是不是长线的好买点？一二三四，三票圈，一票在中间，照理。长线你也不买？不是啊，那个要看啊，因为假如说真的要放，你不知道他是我们的护国神。哎呀，对，一起盖好了，不能洗。嘿，金价外资哈卖压真的有时候会很重了，还是要看大盘。所以560守不守得住也不知道。对，要看啊，我觉得要再观察一下。看完了台积电之后，紧接着持续带您来关注目前全球资本市场的最新脉动。好，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晚上的6:48，布兰特原油向上飙高，大涨超过6%，现在最新报价来到125.67的最新报价，而黄金在刚刚稍早再度突破了每盎司$2,000，现在来到2,000.27的最新报价，黄金再度出现了狂飙。我们回头来看，在股市的部分，画面上所看道琼斯的期货盘目前下跌了 1.49%， 跌了超过500点了。而纳达克目前也是一个重挫的局面，大跌了 1.61%， 大跌了225点。欧洲股市更惨，画面上所看到德国股市已经重衰了 3.55%， 法国股市同样重衰了超过3%。我们再来看卢布在今天持续的狂贬，卢布这个波段已经贬了 40% 了，在今天再贬，而且在刚刚快速贬值了 32%， 不得了，在今天卢布光光一天贬了 32%， 目前最新的报价是 137.75 对一美元的最新报价。我们回到台股，今日最重要在这个阶段要带你来关心的是融资以及断头爆出恐慌，100,000散户抢进台积电，惨遭套牢。不只是台积电，很多融资最近进场的股票都出现套牢，甚至于断头卖压已经开始浮现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那么稍后要来解的是 IC 设计 ，IC 设计在今天千金股，光光千金股市值就蒸发了1500亿，联发科不止破底还破千。好，我们刚才介绍这个阶段参与讨论的来宾，邀请到资深分析师王彦亮，君好，大家好。邀请到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，阿官好，大家好。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，大家好。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，大家好。好，赶快请彦亮带我们来看，在今天台股是破年线啊，从2018以后破年线的经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，包括今天这一次，对，总共有5次经验。破年线是好买点吗？以历史经验来看啊，破年线它绝对是一个好的买点，就是说以历史经验来看，它都有办法回来。但是这一次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比较严重，是因为这一次破年线是在高档，对，之前破年线是在低档，对，而且位阶不同。破年线有两种哦，你看这五次的经验来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有一些是怎么样，就是说碰到年线之后可以马上上来，像这两次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有两次的经验，什么破年之后年线之后还要再杀一波，还要再杀一波哦。像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再杀一波才上去。所以你问说破年线是不是好的买点？那如果破这里再杀一段，可能很多融资朋友应该是说破年线等融资洗光了之后是好买点。对，那就绝对是好买点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来看融资了。就要看融资哈。那融资呢，在今天已经有个股慢慢浮现出断头卖压了。对，那么有一些是融资最近连续增加的个股在短线也出现套牢。对，因为这个行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说，当战争爆发之后，大家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，可是没想到后面还有更糟糕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就是说，上个礼拜呢，有一些融资者要跳进来，五天之内大概增加了100亿。像这个3006金豪科哦，大家以为没事了，所以资金进来的情况下，金豪的确有拉了两根快涨停板。但是因为这个后面呢问题又严重，像今天台北股大跌，对不对？那他又杀回来，所以呢现在很麻烦就在于说，大家呢以为没事了，可是又跳进去之后发现不对哦，就会形成一个融资套牢问题。像这个华航你看像这几天谈的时候，散户很开心的，以为要测到季线要再上去了，没想到是往下杀的。华航是连环套，对，连环套，在这个地方买套住了，反弹很多人又买又套住了，现在反弹又买又套住了。如果他每次反弹都买，那是连环套，连套三次。没有错，像很多股票的问题哦，都跟华安差不多哦。你像这个万润也是一样，之前呢上个礼拜还不错哦，还有行情哦，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两天又杀下来了。那锦硕也是一样，那这样面对这样的股票，我请大家注意，就是说你碰到季线这个地方，季线真的守不住的情况之下，你该停损还是要停损，破季线要对，因为你不停损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像这个宣德这两档就给你讲，这讲历史经验给你看哦。目前的融资维持率哦，大概在140左右，130的时候呢，可能券商要打电话给你了。那你如果季线破了不走的话，你会发现就会形成怎么样？连续哦，要持续的一个杀低哦，那你可能更脚麻，更走不了了。像富彩也是一样，前面哦这个投信也是买很多，可是现在真的破季线不行了，你就是要走。那这个里面唯一我觉得还可以的是什么？是金豪科。为什么？因为金豪科现在今天你来看哦，它还是有办法守在季线之上，而且呢这个投信跟外资哦，
它还是一样，今天是逆势在持续在做买超啊、哦。我觉得法人筹码还在买的情况之下，那就会还算是安全的、哦。那这个里面的话，大家会想说啊，外资为什么一直卖一直卖、哦？主要原因在哪里？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很麻烦问题在说美元指数啊、哦、一直在飙高，美元指数升息啦，对。还有什么战争的问题哦？因为你战争爆发之后，买欧洲这些资产会怎么样？会跑去买美元资产嘛？所以这个双重的利多加持的情况之下呢，美元的指数呢已经逼近快三位数哦。那连带就是说新台币的走势呢就开始贬了。那外资最怕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你现在赚到股息之后，后面会赔到这个汇差，所以干脆怎么样，股票就卖一卖。所以外资今天卖了822亿，是历史上的第二高。而且今天有把钱汇出哦，提醒观众朋友，对，今天钱是有汇出去的，贬了。1.5角，对，那所以现在就大家就问题在说，你一定要针对这个外资啊、哦，持续在卖超股票，一定要做一些设防的动作，因为外资呢，从过年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卖超了3500多亿，去年一整年卖多少？4800亿左右而已，现在的一个卖超金额已经是去年大概78%左右，对，75% 左右，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。那要提防什么？提防就是说前阵子外资买很多。那现在外资要开始倒嘛，那一定会有可能会下来。所以像这华邦电有没有注意到，外资在前一阵子买很多，买了17.1万张。那股价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还是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也有可能会破季线哦。所以这种股票先不要急着在季线这个地方做买进的动作。华通也是一样，前一阵子买很多，7.7万张，大通也是这样，现在可能到货，他们就是主要的目标。对，好，另外一个要注意什么，就是说外资持股比例高的个股，一直都很高的。对，像台积电，台积电最近就很惨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台积电外资持股比例74.4%。他不会全卖完了、啊、但是他只要卖个3到4%，那股价也是跌得很惨哦。那联发科今天也是走弱，为什么？因为外资持股比例 68.8%、哦、这比例相对高。四星科更惨，直接打到跌停板，因为他的持股比例大概有将近快 60% 左右。所以外资持股比例高的个股，大家检视一下，如果呢有这样的股票要特别小心。反正外资仓库里有货多的呢，或者最近补很多货的，都是最近要小心的标的。总特别把航运和台积电做比较，他说台积电的现行有够惨啊，台积电是不是好公司？当然是好公司。问题是它的现行怎么这么惨呢？因为外资天天卖，一路卖，到底像是凶虚？我们就好好来谈一谈，谁在杀我们台积电？台积电杀不停，幕后的黑手找到了。原来是航母级的主权基金狂卖我们台积电啊！所以陈彦，谁在卖台积电？谁在杀？现在凶手找到？不用找啊，那就是他、啊，就是这凶手很清楚，就是外资啊。好，但是外资里头有分、啊，但是外资里面的谁？外资有真外资，有假外资、哦，外资里有航母级的，有小咖的，有小船级的，没错，有战斗船级的。我们先看一下哈，因为说实在的，这一波以来，为什么台股的指数会跌得这么快，而且又这么重？当然，最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些大头，包括台积电啊、鸿海啊这些重量级的权值股持续遭到外资的一个卖压，所以很明显，你看今天还是一样啊，尾盘又打下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当然，我们来看，请导播请帮我敲一下台积电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台积电下面这个外资哦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啊，我刚才数了一下哈，就是这连续是1234567891011，连12卖啊。啊，你看它是一路跌，一路跌，一路卖，127，没错，从688一路跌，一波跌到561最低，而且这一卖卖了超过35万张哦，而且我很久没有看到外资降的这个比例这么快，而且现在外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74%以下了，哦，所以这一路以来，当然它的卖超非常非常严重，而且我算了一下金额是1350亿。哦，卖了1350亿台积电，张数是超过35万张，卖了1350亿。可是这短短十几天而已哦，2020年卖超1300亿，也就是说两个礼拜，这样有应该算两个礼拜吧？嗯，对，它敲了一整年的量，所以你说对台股的一个杀伤力真的很大。那我们刚刚讲凶手找到了，是航母级的外资哦，对，不是一般般的外资哦，不是小咖的外资哦，外资嘛有大喊跟细喊的哈，来卖的是新加坡主权基金和挪威主权基金。好，第一个，因为新加坡主权基金跟这个新光先进总和国际股票指数两个加起来，就这是他新加坡最大持有台积电的两大股东，就卖了688亿，非常的惊人。你看他从2020年就开始一直减码，9.5万张，套现了476亿哦。另外一个挪威主权基金，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挪威主权基金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档主权基金，从他操作20年来，只有5年是赔钱的，年化报酬率可以很平稳的达到5.67%。
那台积电过去一直在他持股的第四大，仅次于苹果、微软跟亚马逊。可是他从去年其实就一直一路这样慢慢慢，尤其是最近卖的力道是越来越大。好，所以他们卖的理由是什么？除了俄乌战争的系统性风险之外，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所不知道的？好，当然第一个，我觉得俄乌大战这件事肯定是一个主因嘛。因为毕竟我们，因为好提款嘛，对，我们发上次我在节目也有提到，我说提款是很重要，因为你从2月18号开始一路卖超，就是因为俄乌。但另外一个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节目里面也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就到底要不要给他那个客户的机密啊、资料啊？美国商务部跟我们要机密资料，对，没错。去年其实去年给机密资料这一段，也让他卖超了4.7万张。还有最近停电，我觉得也大家会担心啊。你台积电是吃电怪兽啊，那如果你一天到晚停电，你的制程会影响。他不是看了我们的节目，全台大停电的那天，他也大卖。大卖，然后上一次这里也大卖，全台大停电大卖，所以每一次大停电他都卖。这当然都是一些原因，还有我觉得韩国媒体也很糟糕，就喜欢韩国媒体一直说我们3奈米有问题。哎呀，你这有问题啊？哦，你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3奈米要跟5奈米合在一起啊，你这个不叫3奈米啊，这个一讲，当然大家会担心。我觉得外资有时候也搞不清楚，他可能没有真的花仔细去了解。会有影响。好，但问题是这里头最要求的外资是大摩。对，我们看到挪威主权基金、新加坡主权基金在卖，他们没有说啊，台积电好的不得了哦，他就是默默的卖嘛。对，问题是大摩是连发3份报告，搞让台积电饿了嘎，但是他嘴巴说你好，手上一直在卖，这就等不到要求了。但我们回来讲，自己的台积电自己救嘛，除了我们散户零股爆发，没错，大爆发，你知道好多散户去买一股两股的哦。我觉得 OK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寿险也用力去买。对，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包括土银啊、台银啊，还有包括华南永昌，这是光谷行库在买。哦，当然你说啊，这个护盘，可是我发现很在意绩效的，像去年很赚钱的国泰，还有富邦，因为国泰一定透过富邦国泰证券嘛，是富邦一定透过富邦证券嘛，哎。他都买超排行榜都是在前几大，尤其是国泰就占了1/3，所以寿险资金已经开始进来了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点是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外资会犯错？因为其实我们印象很深刻，去年台积电很飙，对，不是靠外资拱上，是靠我们散户拱上来的。没错，没错。我们把时间拉长，同时我们把外资跟融资做一个对比，因为散户其实就融资的部分比重会比较高嘛。这里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嘛，因为还在跌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动这个图哦。我们把时间拉到2021年这一段哦，这一段台积电最飙的时候，哇，在那一段很飙哦。可是那一段在飙的时候，很多人看着外资一直卖，是很害怕的哦。可是实际上当时融资是增加的，也就是说打颠覆了大家说啊，你们这些融资一盘散沙，散沙既然可以做出碉堡啊，蚂蚁也会搬下、啊。没错哈、哦，所以这一次会不会？外资大卖之后，你看，我们来看哈，外资这一波是不是大卖？对，融资这一波是不是大？是增加，对。所以这一波呢，融资一路买，外资一路卖，现在还不准。对，过两个礼拜，过一个月，我们再来看，再来检视，到底是向丢向没有问题了哈。那其实上次娟姐，那你看是谁对谁错？上次娟姐，你有问我说600块以下可不可以买？我是不是犹豫了3秒？我看你的眼神就是，你怎么在犹豫？就跟情侣之间问问题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犹豫3秒就是不爱了。哦，但是你现在如果再问我，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外资会对咯、不是，我说上次啊，上次你在问我的时候，我就、那现在呢？现在呢现在基本上微笑曲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也就是说，我认为其实现在散户开始这样子买下去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不用太过担心。现阶段我认为，等一下我们来投一下票，好了，到底这一波谁会比较厉害？当然好那我们还是回到半导体来，我们从宫格的技术面来看。好，站稳年线的个股反而又卖压相对比较轻的，会不会是现在盘面上比较值得观察的电子股？对，就是说从线图上，虽然我们没有把年线放出来，但是这6档股票我帮各位检视过，其实台股已经破年线了，但是这6档股票还在稳定的在年线、哦、所以相对来讲一定比较强势。重点是如果法人被迫要卖股票，但是这段时间却没有卖它，我认为我们值得我们去追踪，包括细创、顺德，还有新唐，再来还有这个凡轩、台新科跟日阳。当然在这个部分我对设备的我还是会比较有好感，例如像凡轩跟日阳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都是设备，我相对还是会比较好感。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像 MCU 的新唐目前线图也不错，但如果真的这里面特别要选一档，因为我们还是会希望说能够长期去跟进
台积电的发展，那我认为凡轩还是相对的凡对比较未来。但凡轩，安内干不做好吗？没有，因为你看他其实股虽然也这样跌跌跌，那当然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可是实际上他整体的线图来讲，我觉得是比较好，比较抗跌的。好，来问台积电到底这一波会是外资赢还是散户赢呢？认为散户会赢的给券，认为外资会赢的给差，请举牌。好。认为散户会赢的有一票，还有有一票是认为外资会赢，两票放中间是看不吗啦？为什么放中间？委员，我觉得会反弹，可是空间有限。对，因为台积电殖利率已经不高了，所以就是可能散户短线上会弹一下下啊，修弹节，可能就会进入到整理。可是外资他还是会继续卖嘛，所以变成说他会进入稍微反弹一下。横盘整理，所以会变成说僵在这边，外资它还是照卖，可是散户可能就只能赚一点点。好，蔡总是给我觉得好，所以可以再说，你还是认为外资外资在这个阶段它会赢啊，因为台积电是全球重量级的科技股啊，但是外资的思考会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参考一下外资。第一点，三五六这三个月都会升息。这个对科技股是不利的。再过来，俄乌的战争可能会排挤了科技产品的需求，这个在下半年也对台积电啊，它代工的这些客户的产品可能不利的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，那么散户到底要如何自救呢？如果你已经接到营业员的电话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要来解解融资断头持续拉警报的股票该怎么办。散户如何自救？那么稍后也要来告诉您，高营收，特别是二月份营收表现不错的，再加上殖利率高的，有营收和殖利率保护的个股，又会不会是比较安全的避险标的呢？我们先来谈融资，来魏源来谈谈，接到电话怎么办呢、啊？好，那当然目前上面哦，现在这个投资人跟这个观众最担心的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六档股票，我觉得当然套牢最严重是富财这一档啊，哦，因为这个是 LED 的一个代表的股票，那目前的融资维持是大概135%左右，那已经濒临拉警报。对，这个相对危险，像比较危险就是富财跟台亚，可是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，因为富财大家一定很关心哦，我跟大家讲个东西，怎么办？对，我们请导播上一下 K 线，这不是说 mini LED 好的不得了吗？今年，那我们下面放一下投信的筹码，我觉得跌的差不多了。我为什么这样跟各位讲？去补吗？要不要去补？我觉得富彩可以补。为什么富彩可以补？因为它这一波跌下来，因为它的第四季的财报 EPS 很差，只有赚0.64，它第三季是赚1.89，大概加起来加掉哦，差这么多，差那么多。对，可是它是因为它现在叫什么？叫做富彩投控，所以它是因为税制的关系，它从这个一般的公司改为投资控股公司，所以税制有改，去影响到它的获利的部分。所以事实上，它本业。第四季还有赚1.09元，所以其实上没有那么差。那我们再看投信，我刚才请导播上这个，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投信涨上去了、啊。它在投信刚开始建立部位的时候是大概3000多张的一个部位。好，那一路涨上去了，那君姐你看哦，它一路砍到这边，剩几张，剩5000张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所以其实仓库也没多少货了，投信自己都出光了。对，投信自己都卖光光了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在这个现阶段第四季的财报有可能被误解状况之下，投信又卖光的情况，我认为它是有机会反弹的。所以这一档我觉得要撑着，要去补钱，对，要撑着。那像这个台亚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一样看一下 K 线哦，这一档就比较特别。好，这一档就要看投信到底会不会卖，因为投信在这里买了600张，它成本大概在62块。三天各买200张，投信自己也套了嘛？他自己都套了，所以投信有没有卖？目前为止看到是还没有卖，可是他还没有要自力救济。对，那假设你看到他卖了，那就请你要卖，这个很重要。要卖。如果投信出的话，假设未来几天，对，你就先 hold 一下。那可是如果未来几天你看到投信，那就因为这样补钱，我们先不要补。对，这个就先不要补了，为了放，因为这个就比较不明确，放其他了。对，这个先放其他。我们回到宫格。好，好，还有现在。虽然还没有融资追缴压力，但是已经面临套牢，而且短线要套蛮深的，像联电破50了，这不是套很深吗？好，我想这个联电也是这个观众都非常关心的，是短套了，是还好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联电的部分，因为它目前的殖利率算起来大概有6%，因为它去年赚4.5块嘛，所以我认为说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呢，这个也是可以稍微再报一下，我认为要补联电可以补，对，因为它虽然因为外资其实。外资的报告点呢，就是忽多忽空嘛，所以目前来看，以价值型投资，它可以再做个续报部分。那接短套的呢？好，那我冬姐短套当然就没有追缴的压力嘛。对，那因为冬姐的部分，其实
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、啊，他有改名字，他 改叫东南实业嘛。啊，他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他改名字，哎、欸，果然涨了一波上去。可是呢，现阶段大家注意、哦，因为东碱短线的融资增加太多，所以他目前其实因为这个钾肥的报价还没有下来，还撑在高档。那这个融资比较偏向主力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呢，这个涨前面这一段是主力，是我的判断，这边开始是散户进场，为什么？因为散户才会逆势接刀。主力它会顺势做上去，可是当这两天跌下来，反而融资在做增加的部分，它会变成一个区间的部分，所以只要有弹，这档要卖就先调整、哦。要卖，对，哦、要卖，这档要卖。好，那再来是像这个所罗门的部分的话，因为它短线的题材跟这个像元泰啊，所罗门就不要讲，因为它今天跌停哈，跌停要卖也没办法卖。讲中红好了。好，中红部分我认为当然，因为今天投信还是在买啦，好，所以它的一个。这个获利我想都是没有问题，而且是中钢子公司，所以这档个股呢，我认为就是继续持有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自己的荷包自己救了哈，所以该怎么自力救济呢？我们请昌兴来教教我们，散户能不能当冲做空来自力救济？那如果要当冲做空来自力救济的话，要怎么做？你教教我们。好，通常呢，大家喜欢买多嘛，所以就怎么样，买进股票做多，然后把它出掉，所以就是先买再卖。所以涨上去我就赚钱，可是最近的盘势是不是一直都跌？所以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武器你要会用了。空的意思就怎么样？我先卖股票，再买回来，所以跌下去就赚钱。所以就先做卖出，然后再买回，所以这就是当日冲销。所以这个盘如果卖了，然后收盘是跌的就赚钱。可是重点来了，投资朋友会说哇，那我不会选啊。所以我先给各位概念哦，你去找外资有卖的。外资是卖超的，所以这两档都是怎么样？外资是卖超的，所以这两个标的是今天的线图哦，都是昨天下午盘出来，你看外资卖超的标的，所以外资早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今天外资是买还是卖啊。哎，我知道昨天哦，我看昨天，我看昨天，先看昨天，所以第一个我心里有本的嘛，比如说卖超的前十名，我当作我的自选股，哎，这边可能反弹会有压力，所以你看弹起来要不要动作？不要，可是怎么样？开始破。所谓的成交的这个均线的时候开始转弱，所以你看这一种地方就是什么？一般人开盘会去追这个盘，今天的盘是不是拉上去？拉上去之后都在这里出货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从上面空下来，所以破了这个所谓均价线之后，这边再卖出股票，然后追价，对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均价线，所以往上拉的时候不要追。你看这不是有一个趋势线？这个趋势线跌破之后，你看一路就到底了。所以均价线一般软体都会有，都有都有，就是当天的这个平均的成交线，所以一直成交线一直跌下来之后，一破就是一个空点，那空点之后各位看到一直跌下来，那我还是建议哦，因为现在的盘面哦不是很稳定，你很怕被嘎空，所以空了然后收盘把它买回来，所以这边卖这边买，这边就有做价差，所以像72卖69买。基本上就三块钱。那像明天如果出现反弹呢？一样。假设明天反弹，我要不要空啊？我觉得同样道理嘛。你看像这样，反弹一个，反弹两个，如果弹上去你买不到嘛，所以你不要追嘛。嗯。但是如果开始又破均价线，你看一样，破均价线的时候开始空，你看盘下跟均价一破又是下来，所以如果盘面是很弱，开始做头往下的时候，我的建议是说，你可以做短空，做当日的放空，当冲。当冲放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软件拿起来就怎么样，冲卖就先卖，然后再买回啊。记得哦，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，你在收盘一定要买回来哦。你如果没有买回来的话，你就要融券去这个借券，所以这个太复杂了。所以我建议就是先卖再买，做当日冲销的放空。好，昌兴给他搞一些港股啊 ，OK 啦。我们回来看我们的台积电，台积电在今天公布了二月份的营收，二月份营收表现不错，来到了1469亿，创下历年同期新高。特别是刚发表的苹果桌机啊，因为有 M1 Ultra 这个所谓的超级怪物级晶片哈、啊，因为这个超级怪物级晶片，所以据说这一次苹果发表会的桌机是史上最强桌机，背后谁操刀呢？也是我们台积电陈彦。今天台积电呢大涨了19块钱哦，让人非常的感动，也带动了台股。大这个部分是带动了160点哦，贡献指数160点，没错没错，所以也今天让整个我们的这个台股哦，你看像台积电啊、联电、世界先进都动起来了、哦，甚至连睽违已久的鸿海哦，包括大立光，我觉得今天都有表现了、啊，这个是让人蛮感动了。当然，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整个台积电的一个营收，
因为它的二月份的营收，大家会觉得说奇怪啊，你不是还衰退了 14.7， 那是跟上个月比，因为二月营收将近1470亿哦，在历年二月以来它是这个创高的哦，而且如果跟去年同期相比，也将近 38% 成长幅度哦，所以前两个月营收3190亿，成长幅度 36.8%，如果以今年第一季整体的营收预估来看，有机会达到高标，可能我觉得4700甚至4800都有机会哦。那当然，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产能利用率是满载的。好，那当然跟苹果的发表会，刚才娟姐你在讲的这个发表会有没有关系？好，那我现在给各位讲这个亮点 ，iPhone 13 Pro 的这个亮点，这个颜色虽然大家不想看到，但是很漂亮，因为它是青色，松岭青。你也喜欢这颜色吗？股票不喜欢，但是手机这个跟股票没关，男人不是都不喜欢绿色吗？不，但是帽子的颜色是有问题，但是手机我觉得 OK， 因为这个手机的颜色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哦，我觉得带出来当然也有一种展示吧，因为这新的 iPhone 13 Pro 专属的颜色，拉货潮，对，除了iPhone 13在昨天3月9号的发表会是亮点之外，其实我们要谈谈它的桌机。现在很多人家里大概不买桌机了，对。那你知道苹果这一次推出的桌机是史上最强桌机，特别是它的晶片 M1 Ultra 这一片晶片，最有意思的是，它竟然是两片用胶水粘起来。胶水粘起来，这感觉好像很原始哎。对，当然，等一下我会解释，绝对不是口红胶了哈。这个最强的桌机叫 Mac Studio 哦，虽然大家我们目前不太用桌机，可是很多设计的或是玩游戏的哦，这些工作室大家还是很依赖这个桌机，而且这个桌机哦卖价格是蛮贵的，59999。如果这个还不含萤幕哦，如果加上萤幕是最贵的，到目前为止以来最贵是高达70000块。当然它的效能很强，因为它用的是 M1 Ultra 这个顶级晶片。虽然大家有一点失望啊，因为本来以为是 M2 啊，哦，可是呢，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它把两个 M1 Max SoC 的晶片利用特别的这个封装技术，哦，对，讲一下，没错了，确实也是胶水，但是它是用很顶级的封装，这个叫做 Ultra Fusion 的封装技术哦。把它整合起来，里面包含20个核心的 CPU， 64个这个核心的 GPU 哦，所以它的运算效能基本上哦，整体效能是比 M1 Max 还多2倍 ，M1 还高8倍。它跑分厉害吗？好，跑分看起来单核心是1793分哦，多核既然高达24055哦，当然你说跑分数之外，你还要跟谁对比？要跟 AMD 的对比一下、啊。其实跟 MT 整体对比的效能是高出非常多，而且这个耗能的部分也大幅度下降、哦、好，我们来看单核心跑分呢、啊。单核心跑分，苹果的 M1 Ultra 是1793，我们如果跟 AMD 来做对比 ，AMD 在这里哈 ，AMD 的对比是1686，那当然是胜。那如果多核心跑分呢？苹果的 M1 Ultra 是24055。AMD 是16565，也是胜。好，那如果跟 AMD 比都能够赢那么多，就代表它的效能非常强。对，没错哈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能够搭上这一波的这个苹果的出货，瓶盖股的部分就会有机会哦。但是很妙的事情是，但是今天传出了一个坏消息，我们必须这么说：台积电那无可撼动啊！台积电的地位、台积电订单没人抢得走，其他就不一定了。其他瓶盖股。它的订单就不一定没人抢得走啊，因为在今天传出了一个坏消息。我们先来看富彩的股价，很多人在问富彩今天为什么那么惨呢？投信不是锁码吗？不是买了很多吗？那为什么富彩在今天股价却出现了在大涨之下的一个小涨？哎，今天是涨400多点呢。对，富彩的这种表现，而且如果从波段，我们不要单讲今天，我们讲波段，它跌多少？它从104跌到68.6块，很恐怖哎。没错，今天答案终于揭晓了。富彩 mini LED 不是今年最夯的产业吗？为什么竟然从104一路跌到68块？为什么打了7折呢？因为它的单被三安光电抢走了。好，当然前面听了一连串的好消息，娟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时候来破坏我们的情绪呢？哦，其实也不是我们要讲事实啦，哦，对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富彩是拿到第一波 LED 的订单，大家本来很高兴 mini LED 的订单，大家本来很高兴，可是后来发现。其实三安光电已经进来抢单，而且抢到1.7亿人民币，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，其实你拿到第一波后面就没有了，或者说你的订单量会大幅减少？
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担心的。我们回来看苹果供应链。好，基本上哦，在现阶段的这个环境里面哦，我觉得整体来看呢，帮各位稍微挑了一下，就是在这一波当中，线图相对比较强的，也都能够至少我觉得能够撑在月线这附近哦。当然技术指标我看一下，哎，也是转强，像旗宏，哎，旗宏又来了，又来了哈。然后像金豪科，你不要再讲旗宏了哈。好好好。好，新兴的部分其实这一波也受到关注嘛，还有包括华邦电哦，也是一样月线，然后技术指标广达，还有这个联咏，但是整体来讲哦，我觉得还是旗宏啊，哈哈，还是旗宏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哦？当然因为刚才有讲，我们简短看一下就好，但是我等一下会再带各位看另外，我觉得重点是哦。就是它的这个线图，其实真的非常漂亮。是选旗宏，我觉得是旗宏。这个因为强者很强，但是我回来再带各位看一下，在这里面其实有一档哦，过去不是被大家所关注的，几乎法人都不是很了解它的。但最近大家突然发现说，哎，这个股票其实应该是有搞头了，就是金豪科。哦，过去其实说真的哦，真的你看交易量也不多，然后法人也不是很青睐，那有什么搞头呢？可是最近因为它获利很好，也很稳定啊。然后突然之间量冲上来了，那但是呢，虽然说股价还没有像刚才旗宏这么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机会慢慢来临，因为毕竟法人现在开始看上它。可以帮我换切换一下，像这个换个投信好了，换个投信，好，有没有发现娟姐你看，哎，开始回来了。那因为这一波我们还是很在意投信的举动了，所以这个股票如果你觉得一直讲旗宏，好，那我们看看换个金豪科来看看。好，但是其实我们最刚开始呢，最主要的主角是要讲台积电了，所以我们来谈谈台积电，关系到明天大盘的涨跌。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台积电今天光这一档个股就贡献了我们大盘160点，台积电的强弱关系到明天大盘的强弱，当然国际股市的氛围也关系到明天大盘的强弱。这个波段大跌了1100点之后，已经连续反弹2天了。大盘，好，我们看大盘，所以到底明天还有没有续弹的实力，还是在短波段要再往下回测再做第二只脚呢？各位认为会回测做第二只脚的给叉，认为还有机会往上攻坚的请给圈，请举牌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下大盘各位的看法。所以恩格也帮我们举了牌了哈，他说他也给叉，显然他对来举着，来你举着，所以他对这个战事比较悲观了哈。我们看到现场是1、2、3，蔡总你是举叉叉啊，1、2、3、4票叉9票圈，来问峰总，拉回的幅度不会深。因为最近都是所谓的这种国家队跟这种内资，那经过这么多的风雨，它尤其这两天，其实在今天来讲的话，盘中就已经有听到，就是说什么乌克兰的这个副总统，他就说不太愿意说做投降，盘中就有这种消息出来。可是他也是收，但是泽伦斯基说我绝不投降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其实今天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一些预期了。其实你看尾盘有一些，比如说像这个航运来说，比较很强势股票稍微有一点波动，有流上一些。可是我认为说会有拉回来，但是不至于会再破底拉。好，我们等会回来谈谈这场战事的关键转折会不会是在中国。